不是鬼。 让他一夜之间变成了寡妇，这也许是报应。婚礼变成了葬礼，我哥泉下有知就不应该放过他。我总觉得这事儿还没完。席薇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 可以把他还给我，要不是你，你就是不会离开我的。他长了一张活该死的脸。你家的风水有点问题。你看见那个女孩了吗？你跟踪我。 他为什么牵连你？你是打算为他复仇吗？警察找我干嘛？他们怀疑我。冥冥之中，上天早已安排了你的命运。